车啊，各个方面的系统的工作都非常正常啊。好，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有个有坡度的地方啊。我们回来以后，这个整个车的刹车的工况、发动机的保养、整车的黄油，包括罐子里面是否有混凝土，然后整个车子的动作是否正常啊，液压通过是不是每一个都有，然后包括它的行走，这边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提供来把它试完啊，这个把气泵的声音啊，把气正常。等一下，我们会把整个车的动作全部试一次啊，全部试一下，旋转、抬臂、降臂啊，然后搅拌。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公司厂商上面的车还是挺多的啊，选择性也挺大。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行走啊，行走一切都是正常，没有问题，没有听到异响。好了，停车。 啊，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动作来全部试一次。这个是无风状态式啊，无风状态式。啊，我这边要调一个合适的位置啊，注意，这个是2022年啊年底的一台新的170个小时的中国之鸿3.5同步旋转，高配啊，带液压溜槽，航空座椅，冷暖空调。 啊，震动马达、液压溜槽，这些都有。好，我们试一下旋转啊，试一下旋转，试一下旋转。好，这个旋转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步旋转的车，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驾驶室和这个。 卸料的地方啊，它永远都是在正前方。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它旋转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支持双向驾驶的啊，这个车是支持双向驾驶的，在路况比较这个狭窄的情况下，开进去以后啊，然后我们可以支持这个原地掉头啊。 驾驶室转过来以后，我们直接又可以朝后方直接它的视线永远是在正前方，这个是同步旋转的一个优势啊。左边90度啊，右边90度，好的。 旋转一切正常啊，没有毛病，非常的丝滑啊，准新车的状态还是不一样。多试两下啊，刘科长要替大家多试两下，因为这个车刚刚我们已经给它打了黄油啊，我们在原地把这个整个车的动作多试一下啊。 让这个旋转支撑的这个内部齿轮啊黄油让它充满啊，这个多试两下的目的就在于让每一个齿轮都润滑到位。好。
这个大臂下放的速度啊是比较均匀自然的啊，没有说这个突然一下放下去导致这个驾驶室颤抖的啊，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协调，比较协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翻抖啊，伸抖翻抖，开仓关仓啊。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液压支撑呢，啊，液压支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最新款的带液压支撑的啊，免去了这个工人在卸料的时候挂液压溜槽的这个防水的一些保护啊，这是贴膜，啊，厂家还是比较良心的啊，这个怎么样能够节省人力，怎么样降低劳动成本，这个也是设备的一个卖点。这个地方的一个卖点啊，很大的一个卖点啊。现在大家来试一下这个搅拌，搅拌的速度是比较匀称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芝这个采用的是进口的搅拌马达，斜形马达，进口的斜形马达，搅拌的速度是非常匀称的。升罐降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缸的状态啊。增量增量，好，这个车的基本的工作基本上我们就已经试完了啊，基本上已经试完了，一切工作正常。这个车大家可以看一下评测啊，只有170个小时的车，视频比较长，大家耐心的观看啊，因为一台好车的话必须我们要替客户把所有的这个该试的我们都要给你全部要给你试到位啊，全部要试到位，因为很多客户啊都没有来我们公司，直接都是通过网络然后通过视频看车然后就下定了。怎么样我先生，车况怎么样？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是吧？对， OK， 车况完美。好的，今天我们高速档啊，哦，还要替大家试一下这个高速档啊，看一看啊，看看这个速度怎么样，大家看一下啊，速度还是挺快的啊，速度挺快，那是空车的状态啊，这个路面不平，不太建议大家跑得特别快，毕竟是工程车辆。好的，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个地方啊结束啊，视频比较长，大家耐心观看。对于真正想要买好车、买性价比高的车，啊，找同心机械，啊，找天哥，靠谱啊，靠谱，有质保，有承诺，有担当啊。好，谢谢大家。